實唔聽之前，可以點樣樣去，即真係講緊係點樣去讀啊，或者點樣去準備嘅，係咪 ？From zero 咁咯，當係。定係其實都係聽咗，聽係一個其他嘅 version 先。我覺得聽是一個很快的方法，即如果我們不是經常都有那麼多時間，尤其是譬如你看一份譜，它未必全部都是旋律來的，它是伴奏，那你伴奏有時呢不知道應該怎樣去，那個 phrasing 應該怎樣行啊，哪些音重要一點，伴奏的樂段都有，都要視乎那個旋律是怎樣，然後去看你應該要 bring out 哪一些音出來，聽錄音是一個很快的方法，不用錄音的話， 你其實都是要就是很基本的，我這首曲多少拍，你的拍子多快，你唱的時候你可不可以在那個唱這些節奏那裡，當你什麼音都不知道，你唱這些音唱這些節奏的時候可以給到一些感覺，你譬如這首歌其實可以的，哒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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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少少啦，你會聽到哦，有呢啲得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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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樣好似蟲仔咁樣，但跟住最尾有一個長嘅得啦，得得啦，不得，咁你哦你咁我就會點樣咯？哦，有呢一下對比，呢啲好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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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最尾一個長音，然後又再得啦，得啦，得啦，我唔知道答唔答到你。其實我剛才的 concern 就是，咦，會不會聽 demo 然後再去練，會有些東西是已經其實我的腦裡面我已知的，就忽略了份譜某一些，都會啊，會的，好像這裡拖幾長那樣，其實我的腦裡面我記得幾長就大概是幾長，我沒有真正去數過，即係我覺得我是 ignore 咗呢啲好細微的 detail。你 ignore 是因為你嗰個錄音 ？ignore 係因為個腦裡面其實已經是有一個版本喺度。我覺得咧，拉琴咧或者練琴咧，係要有兩個心態。你要有想表達的嗰個心態。但亦都要有一個係好客觀，就係去聽哦，你有冇邊度有咩問題啊？你要有呢一樣，你有呢個人喺度做緊呢一樣嘢。譬如你拉緊呢個長音嘅時候，得啦。呢個人咧可以好簡單，佢只係需要咧係同你 subdivide。得啦。OK， 哦，得啦。OK， 冇問題啦，咁你可以放鬆翻。逢係長音咧，我就會 call 一 call 呢個人，幫我聽一下。係要有呢兩樣嘢嘅喎。我哋以前就係個指揮，所有嘅拍子嗰啲就佢數曬，咁其實就變咗我哋就睇指揮就 OK 啦。Choir 嘅時候有啲乜邊啲位重音或者點樣樣，咁就即係。不可以繼續這樣種自己。你之前都是這樣看指揮就可以，你就沒，但你本來是想不想去數的呢？我本來我自己有數的，那有他在前面指著就更加肯定是那些位置要做什麼東西。 OK， 那到自己數的時候，或者有些位置我是直情記得了數，那我覺得到現在到自己真的要去練了。我呢啲位置我要練翻出嚟啦。即係你咁樣講起，我先至喺度諗，點解我會識得咧？喺呢啲長音啊，我會數啊，定係點？因為我覺得指揮好多時係唔可信，我好想知道你數得啱唔啱。我好想知道我數緊係咪你數緊一樣嘅嘢。我比你 subdivide 更細。你如果係以半拍 subdivide， 我分分鐘以 semi quaver 去 subdivide。我想我嘅反應係同你一樣。即係我呢一樣嘢，我係比較執著喺樂團嗰度咧。即使去到職業樂團，即係其實都係好睇你個人嘅態度，你有幾重視呢一樣嘢。你絕對可以真係交曬俾個指揮啊。咁但係你知道出嚟個效果會唔好啊？你知道個指揮落咗呢一下，
哇乜要隔咗成半秒先有音嘅？呢下就有乜哒哒哒哒？點解有啲指揮可以接受？哇啦個第二拍係好似慢動作，好似 slow motion。咁因為呢一樣嘢我係好唔中意嘅，所以更加令我咧去真係數。我當我發現誒乜前後左右。乜你哋咁慢嘅，咁冇辦法。同埋咧，我覺得呢啲長音咧，俾我有少少不安嘅。我知道咧，長音咧先至容易出事。你以為冇嘢發生啊嘛？就係喺嗰一下咧，你就早咗入嚟。就係喺嗰下咧，你冇準備，跟住原來一紮好難嘅音。我知道呢啲長音，我唔信佢哋嘅。呢啲其實已經係我知道簡單嗰啲嚟嘅，但係。我覺得我協嘅嗰個位唔係拉起上嚟協，而係我覺得我自己唔趁住呢啲偏簡單少少嘅歌去 fix 咗呢個壞習慣咧，再落去咧係越嚟越多嘢搞。係。咁所以我就係要 build 翻一啲正確嘅習慣去做到呢樣嘢，所以就係草拍子嘅咋。你係咪覺得好簡單呢一樣嘢？即係，後屘真係數拍子嘅就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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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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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而我唯一去確保呢個兩拍夠長，呢個時候就 subdivide， 就有四下，得啦，得啦，得啦，嗯。咁你就冇嘥到佢啦，你就知道乜嘢時候你要有少少當佢好似四拍咁樣去諗啦。因為呢個位我成日好驚自己入錯。你如果知道，你如果有做呢一樣嘢咧，即係等於你考試，你知道你嘅能力係需要哦，我唔知啊，即係一個禮拜準備，咁你唔會話擔心，哎呀死啦，陣間會唔會唔識咧，或者係温唔曬咧？你知道你有準備呢個嘢，你唔會去諗呢一樣嘢。如果點點咁就會點，你就唔會啊。哒啦 ，and q and tum， 哒啦，哒啦，係冇可能錯。我好想錯都錯唔到。哒啦 ，and two and 放開手指。哒啲 and two and lum， 哒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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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係撳出嚟嘅喎，係咪第二行係放開手指啫喎？哒 one and two and yum， 哒啦，哒啦，哒啦。是不是所有的長音，如果你問我的話，我覺得在這首歌裡面兩拍，一當然是長音，就算是一拍其實都是長音來的。其實我覺得你拉了這麼多，即這首歌如果你拉很多次，你應該知道長音在什麼時候出現，或者是不是就來了。那你知道它來到底呢，哦它來了，翹埋雙手叮埋聲，哦它來了，快點 subdivid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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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bdivide， 起份譜度紅筆、圈、眼鏡，乜都出齊，箭嘴，咁都做唔到。我係咁樣喺樂團嘅譜，邊啲地方成日錯，我真係畫個骷髏台喺度提自己，係咪你冇可能會錯？哒哒哒啲哒哩哒哒啦，數啦啲啦。當然咧，你嘅感覺唔可以淨係集中響。我唔知左手、右手或者睇譜，你唔可以咁樣。你越係難嘅，你一定要褪後。喂，好啦，好啦，準備啦喎！你唔好俾自己吸咗入去，唔好俾啲難嘅地方吸咗落去。哒啦哒啲哒啦哒啦哒哒哒啦，唔好，佢快，佢右手快。喂，你做咩啊？呢度要數兩個半拍嘅喎。哒，仲要喺未拉，記唔記得我哋話？未拉呢啲長音之前，你已經要提自己。你一拉咗落去，你先啊要慢。你同自己講要慢嘅時候，支弓已經去咗呢度，已經冇地方俾你慢啦。哒啦哒哒哩誒哒哩哒巴啦哒慢啦慢啦哒啦，即係如果你好 aware 呢樣嘢，你知道如果你唔敢 subdivide 咧，係會撞車嘅話，你一定都會咁樣做。佢其實揸車都係啫嘛，話俾你聽，交通黑點啊嚟啦，好望啦，大大隻字呢度二十嘅咋，有人過馬路啊！咁樣，哦，有人過馬路啫嘛，咁樣。你隻腳已經係咪？你知道要做啲乜嘢？準備定㗎啦，望，其實係一樣嘅咋。呢個就係你嘅擋風玻璃。哒哒哒哒。
有冇相到？有冇相到？咁當然啦，你又唔可以用呢個咁提心吊膽，即係所以我就話好複，其實係好係唔係咁單一嘅個感覺。你要好放鬆，但你又知道有啲地方咧，你要留意少少。